日本国宝级演员吉田胜宏带着个人的经典作品《禅问》来到台湾演出。这部作品曾经在法国亚维农艺术节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吉田以自导自演的独角戏，透过幽默互动的手法，要带领观众一同探索生命的意义。随着古琴声，禅学大师以鲜活的肢体动作表达追寻人生方向得经历一连串的艰辛过程。他也以禅语的问答来测验自己的学生。下面的意义为何？为了寄宇宙寄起之生命。日本国宝级演员吉田胜宏自导自演的作品《禅问》，虽然是部独角戏，却是以幽默逗趣的手法和现场观众互动，透过不同的思想和文字交流，给予观众心灵上的洗礼。It's not to make audience exciting or amusing or interesting, but clean up, wash.吉田胜宏曾经来过台湾，参与英国合拍剧团《春情》的表演，而这次登台则是独挑大梁的演出。吉田胜宏从1979年起就带着《禅问》的作品到世界各国巡演，每次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观众，对他来说都是有趣的挑战。So every night for me it's challenge because classic theater is every exactly so I'm sure what I'm doing, but.Like improvisation,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喜爱即兴演出的吉田胜宏这次登上台湾舞台，会随着现场气氛延伸出什么样的可能性？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又会激起什么火花？他笑着说：“就像禅学没有正确答案，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料。”记者殷磊琪台报道。